Hello，大家好，又系我 Marcus 的巴士天地。咁大家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记得揿下面个钟仔啦。咁好啦，我而家身处咧就系、是、一间酒店，你哋估系咩酒店啊？嗱，讲下小姐，咁我而家开估啦，就系、是、万怡酒店啦。咁好啦，咁我呢度楼下咧就系、是、安平街，咁咧。嗰一度咧，嗰一個咧就係濱景花園啦，咁嗰度有一個巴士站啦，咧同埋濱景花園嘅對面咧，呢個位咧行前少少就有個巴士站嘅，咁到嗰邊咧就係大圍道嗰邊啦，咁咧呢度有個巴士喎。呢个系 EMMC 13/12.3啦，咁咧，我同你开一个嗱，咁我咧就开一个揭晓俾大家。咁咧，其实由284咧，我今日就讲284咧，其实284咧系由沙田市中心，去到濱景花园，跟住就循环线啦。咁咧，车程大约就10分鐘至17分鐘不等嘅，咁咧其實主要路線係經富豪花園同埋麗豪酒店啦，咁咧跟住去直接咧去到濱景花園咧，就上行前面咧架車如果行去呢度咧嘅前面咧，就有個迴旋處可以轉翻去翻沙田市中心嘅，咁咧。二條河咧就係城門河啦，咁咧呢一條類似橋咧就係通常呢一條橋咧就通去沙田市中心沙田廣場嗰邊嘅，咁咧同埋。咁好啦，咁其實同埋嗰度咧就有架九巴喎。咁好啦，今日咧我就講完啦，新巴嚟嘅，唔好意思。咁好啦，我今日咧就拍片完食啦，我哋下次再見啦，記得訂閱我啦，拜拜。